二战中有一种人不能杀，日本人偏不听劝，结果赔上18万日军性命。历史上，日本留给我们固有的印象就是残忍。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，他们就曾对旅顺的百姓展开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，后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，其中共有2万多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。除了旅顺大屠杀，在之后的侵华战争期间，他们又陆续制造了各种骇人听闻的历史惨案，其中就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南京大屠杀。1937年12月13日，我国南京沦陷之后，侵华日军在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的指挥之下，对南京城内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。仅仅6周时间，昔日风光旖旎的秦淮河畔成了尸骨堆积的肉山血海，30多万同胞在日军冰冷的刺刀下成为了一具具没有温度的尸体。有活着的吗？还有活着的吗？还有活着的吗？同样生而为人，恐惧、泪水和鲜血却不能唤醒他们麻木的良知。